前是什么审美观？像我以前也喜欢养长头发，真的。老师让我剃头发，感觉是让我死，真的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发型不可乱。退去。那我们就直接去搞打野吧。这个光辉女郎对线太强了，感觉搞她不太好搞。我翻墙，她可能在来的路上，因为她红 buff 开的，对面肯定不会挂机，这是肯定的。你说她在来的路上可能来 ，A 接点蓝，接 QA 交闪 W 闪，接翻墙拉刀 A 一血拿下，然后呢继续追，怎么说？闪现跟闪，好家伙，在 A 漂亮。经验吃到了，非常舒，非常舒服，看到没有？像这么在野区拿到一血，是不是更简单一点？而且我还拿了个红 buff， 而且对面这个中野还交了闪，对不对？这比线上单吃更简单了呀，舒服。所以说，你遇到一些弱势的打野呢，尽量咱们就去反野，更简单一点。走，回家一下。是不是就起飞了？光辉没有闪，寡妇没有闪，恰好这个皇子也会。哎，寡妇想反野，他在打河蟹，看到没有？亚马特来一个，再来个睁眼，走。上路小心呐！哎，这上路怎么打架呢？这上路，他打完河道蟹，他可能会过来反野，所以说这一波呢，我们可以去野区找他。他肯定在，可能从正常的角度来说 ，AJ 提亚马特在 A， 在 A， 你野区你跑得掉？你是癞蛤蟆跳悬崖想当啊蝙蝠侠？你是野区你还想跑？看到没有？他有两个护盾，所以说没必要杀了。看到寡妇没有？看到寡妇没有？他这一波要打三狼。也说这一波呢，我们直接去找他三狼，他可能会死。我这一波的话有二 Q 的蓝，对吧？我们过去瞅一眼，我二 A 提亚马特 Q A 再 A， 再偷个三狼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对吧？我再翻墙走，对吧？我再翻墙走，这个差了呀，炸了呀，这个寡妇，他这一波红开给自己开炸了。他其实蓝开也一样，他都很难受。我们现推了，连这光辉他动不了啊！我全都在动，他一点办法没有。我们这一波直接回家溜了啊！怎么说，小老弟？回家买个什么鞋？回家买个杉树鞋。常见来一个鞋的话，减速，买杉树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走，上路帮一下。哦，又看到你了，我三速鞋，不好意思 ，Q 点蓝接 W， 谢谢你的红 buff 啊，老板大气，你看他刷野都刷不安稳，那我这把都不乐意杀，看到寡妇没有？他在打石头人，哦，我也看到了，他只要给我看到了，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好，他杀石头人是很慢的。这一波虽然说我的蓝不是很够，但是有 WQ 的蓝，他刷也不是很快。我继续翻墙阴他，我再翻墙，我再 QA W 闪 A， 再投他石头人。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可以，谢谢老板300块钱，回家一下。嗯，他这一波再去上路干啥呀？我没有看懂，说实话。上路帮一下，他肯定会支援这个上单，因为上单4-0很肥，他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上路。我这一波先把跳单 A 了，然后呢，他要一走对吧？我再翻墙 ，A 接 W 大招隐身，开爆 GQ， 啊，走到他脸上来个 AQA 会好一点，伤害更高一点。走，他这一波目测在打蓝 buff。打蛤蟆应该蓝 buff 应该刷完了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刚刷完有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翻墙 Q 接平接 W， 你惊不惊喜？
意不意外在哪里河蟹。哼，兄弟们看我的补刀，你会发现我这把补刀很多，为什么呢？我吃的都是对面打野的经济，对面打野现在是一毛钱是吃不了啊。 Q 接屏，我大招隐身了，走走走走啊。皇子有大的一个大一筐交闪，有点东西，寡妇六级放个 W 反向二，很生气翻墙 Q 点燃接提亚马特，再接屏上头100块钱到手。我操，这还没有我刷一个针眼来的值钱呢，这个。哎呦，让这个点燃浪费了，这个买个针眼都要75，你那个100块钱，建议挂机啊。不来啊，不来，擦个眼阴一下。寡妇在上路搞，上路打个架来，翻墙，这里墙不太好翻，走，这个位置非常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输出他受不了，我再翻墙吓他们。走，咱们只要把这个一塔二塔一拿呢，对面的野区就不敢进来了，因为没有视野，有塔的地方才有视野，你会发现，对吧？没有塔了，他就没有视野，没有视野，他们野区肯定不敢过来，野区过来，我们阴他们。装了逼你还想跑，我给你腿都给你打断，翻墙。我靠，开大想偷蛤蟆，吃我蛤蟆还想跑，回家一下。你在想屁吃，你在。咱们这一波把下路二塔推一下，我在下路二塔他们应该不敢过来的，我觉得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推塔。他们敢过来吗？他们不敢过来。我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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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。我们家 ADC 10级，他只有7级，他是相当的难受。扫描没有，擦个眼，他可能在草里，他看到我了，没有了。好，难受，香菇。我应该轻一点的，怪我，我这一波只是想刷个石头人而已，但是正好遇到他，你说遇到他也不能不杀，对不对？这是对于对手的不尊重。我只是想单纯的偷个野怪而已，谁知道他在这边，可惜了。有一个很强的中路打野是非常难受，懂吗？这一把完美的给他表演了一把，不对线中路如何打爆对面？是不是完美教学？这一波你试了没有？如果想要学技术，想要学泰隆的朋友呢，记住一定要点关注了，因为点了关注是包上分的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，拜拜。